来就是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传宗接代。而且汉典他就带领我们，可以需要的。OK， 我来做代表，来，勇者，我的基因很好，是在这里吗？应该是吧，是吧？啊，走错了，他走错了，所以意思说你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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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吧？意思是是对的，在果园里面啊。那等于是偷藏禁果了，要在果园里面偷藏禁果了。那你们要帮我记录这些。你是负责当亚当 ，OK OK。看有没有夏娃，有没有夏娃自告奋勇，好不好？我来，我来。哎，我们是一点出人物。哦，是是是，今天的小帮手是确实你好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好，听说你们接下来来做神圣的任务，授粉传宗接代是吧？哦，就是您是委托我们的任务吗？对对对，大哥怎么说？没错没错，毕姓彭，彭大哥，哎，所以是授粉呐，害我这。就是小我们是为番茄传宗接代，没问题。哎，但是您这个番茄各式各，这全部都是番茄吗？对，这个没有看过呢。这个番茄品种很多，除了台湾的以外，我们引进很多世界各国的番茄在这边种。你看这个是西瓜吧？啊，这是西瓜的样子啊。苹果吧？你这个是？这个是胡萝卜。胡萝卜吧？对啊，这个好屌啊！是啊，拆拆都可以吃的啊。哎，这是温室清洁面膜药的。哎，汉典已经确定，他觉得你的任务是非常有意义。是。他一个人全部扛下来，是是是，所以那我也要多吃一点嘛。好，那你要吃大颗的，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让他跟啊，不要这个，这个比较少，这个比较少。没有，我吃小一点，吃小一点好了。OK， 好了，微酸适合做菜，嗯，炒个番茄炒蛋非常适合。它这个番茄哈，主要是。它在台湾来说，冬天会整颗黑的，像木炭一样。是。它现在天气热，还不怎么黑。黑番茄。那最主要是花青素高，抗癌，哎，抗癌，对对对，抗氧化。你的胡萝卜怎么样？有胡萝卜味吗？番茄炒蛋。番茄炒蛋可以的。可以。这个意大利番茄哈是全台湾五星级饭店指定要用的。真的。我们在这里试吃一个，拿来下菜的吗？对对对，做菜的。对，它很适合做菜的，还有煮番茄意大利酱。嗯，用这个煮很绵密，很特别的香味，好吃哦。那这个地方占地这么多，你种了几种番茄啊？大概有42个品种，所以我有16种颜色的番茄。你那一根吃得完吗？你要不要摸一半给我？我是在访问啊。哦，麦克风，麦克风，是，这个行程是有任务的。哎呀，非常有意义啊，而且不晓得第一次看过这么多品种，好吗？没做过，吃饱了那好。OK， 可以，那我们就到里面接受，开始上工，来来来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现在准备要来做这个番茄的授粉，啊，直接叫它授粉了。对对对，这个番茄授粉的话，它的花都会在最上面。对，一般哈，这个花哈，你看哦，它开花都会在最高的地方。对，开黄花表示它现在正在发情呢。哦，是这样吗？这个授粉才有用哦，因为花要展现它艳丽的一面。对啊，如果说你花看到这个哦，这个已经怀孕了，已经开始结果，闭起来，怀孕它就是已经授粉了。哦，对对对。那我们等一下要授粉是找这个黄色的花，盛开的，开的艳丽。这个花哈也很特别，你看它这个花哈，等一下我们这样子手敲一敲，它也会结果。啊，这样就结果了。敲一敲就结果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花，你看它的有一个构造，它这个花剥开来，它的花粉都在这个花瓣里面。哦，很细很细。很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注意看到，它有一个叫做柱头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中间这一根。哦，它的蕊，对，花蕊就柱头，对，柱头要从这边受精授粉，所以我们只要敲一敲，它就会结果。哦，哎，结果，对不起，我发问一个问题，因为以前我们有帮过仙人掌传宗接代，有，我们有传过，那它也是中间一根蕊，那旁边有很多粉，对，可是那时候它是说，同样一株的基因是不能够同样的结合，哎，番茄没有这个问题，它番茄的话哈是自花授粉，因为我们这个番茄的品种是。进口买的，已经杂交过的，对，所以这个品种是最优良。可是它花是自花授粉哦，那结的果实能不能拿回家种？不行，对，只能吃，因为它叫近亲的嘛。这个品种是金枣番茄，它就是没有成熟是绿色，成熟是黄色，轻轻的弹一弹，它就会结果了。但是这感觉，你看，哎呀，要从这个授粉要从基础先学习。对，
不能这样大力，太奇怪。亲亲，你现在弹的感觉太奇怪。你弹的你表情不要太奇怪。表情不是这样。表情管理。那大哥，你通常在弹的时候，你的表情是什么？我们是会很专心的给他。这样也没有比较好笑。大哥，从那个专业手势。专业手势。你不要这样啊！你这样子。我们最刚开始是拿圆珠笔敲了。哦，圆珠笔敲一敲。好，了解。但是双手腕。那就是结果。对对。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敲。我们现在就这样，人工的去找那些鲜艳的吧。鲜艳的敲一敲。对。那就是结果。结果。OK。我赶快啊，帮你们传宗接代啊，多生几个小宝宝，祝你们早生贵子，一个也不放过。可以的，哎，就是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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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好像弹乐器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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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抱歉，还是要温柔。大哥，那你拍过，我们可以再拍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，就增加它的几率，是不是？对，它这样越拍越久的话，它那个花粉会掉到柱头的地方，它就会形成授粉。好，是不是？那是不是只有这种品种可以？哎，每一个品种都可以。每一个品种都可以。是番茄而已吗？如果对，是番茄啊。如果你想要新品种哈，那你可以拿金枣番茄，再找一个玉米番茄，对，然后两个给它杂交，那出来的品种又不一样，哦，那个就是新品种的诞生。这个弹一弹，大概三天它就怀孕了，哦，它这边就像这个果实有没有？就是已经五天了，哦，五天，嘿，花瓣掉了，它果实就这么大，哦，这个五天，这个也是啊，对，那个大概十天，这个已经很大，十天了，对，有心跳。有点感觉，听听看有没有心跳？心跳，这个哦，厉害厉害，一路顺风，加油！希望投到好人家，这对，赶快被买到好家庭啊！啊，老板，看这个多大？哦，我们这占地，这个番茄有三甲，三公顷，三公顷，哎，大概有6万颗的番茄。哇，每天你这样拍，你要拍多久？哦，当然不是了，我们现在有。比较新的新式的授粉，直接用对花喷一下就可以了。啊，不，大哥，你这个要早一点讲，我们已经拍成这样了。我们已经拍出感情了，你才啊，对对，没有，因为我们要先了解花的构造。它最基础的时候，了解花是要这样授粉的。那因为我们人力不足哈，那现在就有很多生技的公司，生物科技公司，他们就会去植物萃取的那一种叫做植物的这个着果素，啊，直接喷一下，它就会结果了。啊，大哥，那那个你那个喷雾在哪里？喷雾来，走，好，我们这这边请，这边请，进阶的，我们还继续拍。我们现在的新式喷法啊，就是用这一种着果树直接对着花直接这样子喷就可以了。那花瓣只要一喷到，它就会结果。这个就是授粉神器。对对对，授粉神器。它不是一般的水。对，它这个里面还要买那个进口德国进口的那一种叫做一种荷尔蒙素，天然提炼的，所以它那个对对对，喷下去它就结果。应该是说幸福水啊。幸福水啊，对对对，幸福水，幸福水，喷下去保证幸福。哎，那这一台是？哎，这台就是我们，因为这个有些高度比较高，所以我们授粉必须要站到上面去。啊，然后一个人，然后一个人这样子慢慢推。对对对，哎，那因为我怕高了。对嘛，跟你上去。好，那我们就算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帮你扳着测试一下。快点哦！马哥，马哥，我觉得我不怕高了。啊，怎么样？我现在怕重。不行啊！不是，到底还是最重。我上去了。哦，我真的不行啊！我真的怕重。好，来，怎样？我怎么样？啊，什么状况？不是，我们现在发现一个新的东西。你们在干嘛？没有，老板介绍给我们的喷花神器，幸福水。这个只要对着花，喷一下，它就会授粉。就不用在那边去，对，不用了，不用。对对。要怎么到现在才跟我讲？对呀，我也是像因为我们要学习授粉，要从基础做起。对啦，我刚刚很基础哦。对对。我刚刚感觉就像弹乐器。噔噔噔噔。哇塞！表情要管理啊，表情要管理，还要管理，是开心开心开心的。OK OK。但是我刚刚听说你不怕高的，怕重的是吧？对对对对，现在换了。那你在上面。好，我们下面推了，我们两个推了，这样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们两个壮汉推。好了，我们这样很快一次就搞定。OK， 好吗？好吧，可以啊。车子扳整一下。可以的啦。
可以啦，哎呀，这哪有什么？所以我们是这样两边，对不对？可以啦，你看，先喷一枪啊！你可以拿两边啊，我觉得双枪侠，你就这样啊！来，对啊，有没有看过小马哥？我慢慢推，哎，对，慢一点，要对着花喷才有用啊！对着花喷，人家看到黄的花才可以喷。马哥说是幸福水啊，幸福水真的，老板讲的，真的啦，真的，那个喷高的啦。哎呦！幸福幸福，后面怀孕了，幸福了，喷到我！我喷一楼，你喷二三楼了哈。我在两边要顾。哎，它这个配方有点香香的。对，它这个是德国进口的一种植物提炼的荷尔蒙素。哦，对对。所以人吃到的时候真的不会怎么样哦。哎，不会怎样。哦，那因为我刚刚有不小心沾到一个月后要检查一下验孕。我现在吃了，晚上想。回去对我老婆做什么？哎，不要逗我笑！哎，不可以！哎，要对着花喷，靠近一点。我这边都很认真哦，这样子才真正可以授粉。好，这上面有拱桥，要注意。不要撞到头了。哎，对了，没有，没有，下面给我，你我这样顾不到，我这样顾不到两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只能喷一边，要专心的喷。对啊，所以你看什么双枪侠，这样子它才可以真正授粉。对。八哥，哎，这边不可能只有传宗接代这件事情，应该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处理吧？对啊，这个授粉完以后，这个番茄要采老叶，嗯，然后这个番茄你看它长得很高，对，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往下面放，哦，不然它会爬到三层楼这么高，这样子。然后每个礼拜长三片叶子啊，我们每个礼拜下面要采掉三片叶子，好，新陈代谢。OK， 那这个我帮你好了，因为这边有马哥跟汉典，好，我就帮你做好。那我们去采老叶。马哥刚好边推你，没问题。我现在这边已经很熟练了，快到了，我先去帮八哥了。好 ，OK， 来采老叶，来。已经有默契了 ，OK 了，有了，这可以了，知道怎么处理了。哎，这比那个敲那个哎轻松多了。哎，这样喷起来其实快很多哎，比真的啦，我们这边点点点，时间节省太多了，真的。像这个番茄哈，对，它每个礼拜会一直往上涨，大概三片叶子。对，那我们这下面果实采完，就要把这个老叶把它采掉，好像这个都是老叶，最下面的。对，下面大概采三片。哦，那个是梗，它这个是叶子，它叶子都会在这下面。对，对，就采这个叶子。哦，这个采三片就好。对，大概三片。OK， 这样子。所以你可以看到高度，哎，这边又完全没有叶子，对，就很干净。对，然后客人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到成熟的番茄。哇，这是为了客人，对对，采取采收方便。对，这样子就哦，这个我理解了。这个是叫做新陈代谢。对，每个礼拜长多少片，我们就采多少片。当然不能采太少。对，采太少，它番茄所有的营养要靠这个叶子光合作用，养分才会回到这。但你留太多老叶的话，它吸收太多，果实也长不好，会生病。所以你看。我们采是不是哎，刚好采到红色这一串？对，就不能再往上采。好，因为它这下面要成熟了。其实你有帮小朋友想好，对不对？小朋友来，我刚刚看到有一些父母带着小朋友，这个小朋友采收的高度刚刚好。对，刚刚好。对对对，这也算是就算是输液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来我们来找一找。发生什么事？保利龙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是砖头哎。人还好啊。保利龙，人还好，人没事，声音比较大而已。保利龙已经坏掉了。保利龙不是受粉的，保利龙是受伤了，是往生了。往生了，这个保利龙。啊，本庄本东，接待完了。东本东，挥棒落空。你现在这样看，你现在看下面，大概在100公分以下，都是只有看到果实。没有看到叶子有没有？干净了，这是要把老叶给拔掉。哦，对，这样子客人一目了然可以看到，哇，整排都是番茄，是，对，很好采，让他们采好采，对对。对啊，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番茄一直往上涨，我们往下面放，如果老叶不采掉，它就会一直压在下面，啊，到时候它就会生病。哦，所以我们就提前把它采掉。是，因为刚刚彭老哥说番茄一天可以长6公分，6公分，所以他刚刚说要请一位达人教我们怎么矮化它。矮化达人教我们如何每天就是要把番茄放下来高度。来我们一个刘厂长。好，刘厂长，来。好，请问是刘厂长吗？对对对，是不是还会因为会继续长高的关系？它还会长高，所以要把它放下。对。那你旧的是不是下去之后就剪掉了？对。哦，哎，刚刚对，像你讲的一样，对吧？预设正确是这样吧？所以那你要不要示范一个给我们看？接下来我们来做，放给你看，理解一下。好，这样。啊，是有没有？这样哦，这么繁琐哦，啊，那我们还是看刘厂长。对，马上在这边欣赏刘厂长。等一下，先问一下，有没有
比较现代，是用机器的。这个因为我们刚才对不对？还在那边填，后来才告诉我们有喷水。这个是不是都必须人工？这都是要人工这样子。那来来来，你辛苦了，我们来就好。好，来来来，大哥大哥。因为我们这边有人是没有惧高症的。对，因为汗点向来是不怕高的。但是我有惧高症，没有最轻的要上去。那我来，好啦好啦，没关系，刚刚也上去嘛。我刚刚还没有看过这边，你看一下那个上面的风貌如何？你会不会太高？啊，我不会，我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我要踩踩稳，平衡感很好。哎呦，冲浪，还往前推一点好吗？好，所以这样就有矮化的作用。好了，可以。真的，你看它就下去一格了。你们可以慢慢往前推了，来哦，来哦，来，哎，加快速度，加快。OK OK。哎哎 ，OK OK。哎哎，出轨了，出轨了，不能出轨。等一下，已经出轨了，等一下。OK OK， 回来了，回归正道，挺好，可以吗？上面可以，来，可以，速度可以。哎，小心不要撞到了。哎，喂，提醒你哦，我看你快要撞到那一根了。谢谢，哎，我完全没有看到，所以我赶快跟你讲啊。你一直叫我们往来，跟来速度，来那一根又来了，哪一根来？哦，哎，来又来了，小心点。你这个好像在录那个百战百胜。对啊，一直闯关。游戏节目，也是蛮有意思的。对啊，百战百胜，我好怀念哦。对啊，把工作哦要有加一些乐趣，乐趣在里面，这样就不会累嘛。哎，小心来了！哎呦，有冷气，有冷气，有冷气，有风扇，小心，会累。这地方叫断头谷。OK， 断头谷来了，赶快来！哇，好多！你又闯过一关了，加油加油！但是你还是有任务，手不要停，继续做。但是眼睛要看一下前面。为什么身为一个冠军还要一直被人家的？不是你家军哥？哦哦 ，slowly， 好，慢一点，好。OK。哎，我觉得他们这个真的是聪明哎，真的，他说是刚刚那个彭浪哥说是荷兰的技法。对，荷兰人教他们。想到这个真的是有才华，一直弄，而且这个哎来了，小心。好，蛮刺激的。真的很刺激啊，因为你要勾这个，然后又有那一根要闪过了，过关。哎，你不要只顾看着我，你们两个，搞不好下面有一个坑洞，哎，晃荡，对哦，彼此都要小心。哎，来了，哎，这个要低，好，来啊，好，来，可以啊，顺了啦，我们 OK 了，我们下面是没什么关卡，好，哎，来喽，你说哪一个？有关卡来了，来了，关卡，还有电哦，这是有电哦，哇塞，这是有电哦，对，不要开玩笑，他真的，刘章长越玩越大哦。这个黑天使番茄，它这个番茄每一个都有个关节，轻轻折关节，哦，折它关节出去，这有关节，每一个都有关节。等一下，哎，那二篮子踩好就可以带回去了。谁啊？我们带回去吗？对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对啊，好的，这个一定要全部这个颜色，这种颜色才有。没有到很大的篮子，就这样子够吗？对，我觉得刚好，装满就好，装满就好，不要贪心。要预备开始，来，就尽量采那个花青素多一点的，对不对？绿绿的先不要，这种颜色先不要，真的漂亮，很新的，这算紫色吗？紫色，就像上面是紫色，紫色的宝石。对，上面是紫色，然后没有，我们不要帮我们自己采，工作人员那么多，我们帮他采。对，每个人就拿个20颗，回去这对身体很好的。哦，马斯塔很狠的哦，花青素，一下子就这么多哦，必须要花青素，那个分 size。厂长，你那上面那个有些有毛啊，那个什么意思？那有毛的是保护作用啊。你就保护它的果实啊，对，粉呢，这个都是就正常的，对，正常的。因为我们之前去采葡萄，那个大师说粉越多的越好，因为我们以为那是脏，其实那不是，其实保护它，那保护自己，那对。你看这都漂亮啊，颜色多好看！我这样一排采下去，很容易就装满，不知不觉啊，很快了。就看这种颜色，不要跟他客气了，真的看到就折了。其实这种委托任务很好啊，真的。我帮你来做这些，然后那个果实就可以直接当做我们的奖品。你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采，不用请我们吃饭，直接给我们番茄就好了。对，现在是任务要接那个采宝石的，采宝石的。哎，你们随便采，随便采，还有最有黄金的有吗？随便。你认为会有这么好的事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一定再找你。必须要的，必须的。我明天考你。哇，又是另外一个品种，这个颜色又不一样了。对啊，对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是荷兰黄金，它这个是低糖维他命
也高三倍。你刚刚说它的维生素 C 什么？高三倍。哎，高三倍。高三倍的话要怎样？特别解酒啊，哎，而且也醒酒了，这是 OK 的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那这个要怎么采呢？这个就是手这样采，这样采。哦，哎呀，这个是大拇指飘一下，大拇指这样采，然后要黄黄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要黄的。那这个可以了，对，这个都可以。那个像这里的，哎，飘一下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采完自己带回去的。对，哦，那赶快，那不好意思，来来来来来，事不宜迟了，来吧，摘一下。哎哎，这个黄的是很漂亮，对啊，很漂亮哦。黄橙橙的很漂亮，感觉很高级啊，很高级啊。对，黄金圣斗士，黄金圣斗士，不死鸟，不死鸟，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啊。哦，不死鸟，黄金圣斗士，黄金圣斗士，不死鸟一辉哦，天平，天平，天平哦，天平帅，我是金牛，金牛上面两个牛，那个不是很帅，我是巨蟹，哦，巨蟹也是帅，巨蟹也是帅的，巨蟹，我最喜欢射手，射手超帅。那不死鸟一辉你们知道吗？当然了，知道啊，我们这样会不会太宅了？不会啊，不会，以前那个年代谁不知道？黄的时候就比较全熟了，对，哎，而且它这个叫黄金，它这个硬度是刚好软软的，对，感觉是不是很甜？我来试试一下好了，我没试过这种，因为它这边肯定就是有机在种，它看起来它没有，它是那个维他命很 C 很高嘛，维他命 C 吧，哦，软的，软软的，像那种嫩豆腐一样的，哦，这么吃了，很好吃。直接真的，我自己通常去采草莓，然后擦一擦就来了，一两颗可以了，不要吃多。好像还蛮多汁的哦。这对多汁，而且跟刚那个德国黑天使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口感。来来来，继续采起来，采起来。我觉得差不多了啊，我们觉得这样够了。哦，好了好了，那是打从心里面这样认为。加这一颗，真的够了。那你是好人，你是一个知足的人，你不是贪心的。必须要的。像我们就会贪得无厌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够了，刚够了。嗯，谢谢厂长，谢谢刘厂长，我们就带回去了。好好好，谢谢，拜了。黄金跟黑天使会来结账。对啊，那最后丢下去，会来结账，妈会来结账。我也有，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。哦，不要哭啦！哎呦，看到你要高兴，就是现在啊，脱光就站在这里。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？假设我有媳妇的话，我是 OK 的。小姐不息地24小时不断线，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，搜寻东森娱乐台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。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喽！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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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铃